10月15日晚，由导演陈德森先生策划的嘉华瑞博会名人台球表演赛在京举行开幕仪式。成龙、许冠文、戴立忍、孙红雷、赵宝刚、杨受成、阿雅、吴辰君、巴特尔、黄小雷等众大腕明星现场助阵。明星参加派对在娱乐圈并不新鲜，但共同参加台球对抗赛却十分难得。可见陈德森也是煞费苦心，明星之间既可以互相切磋球技放松身心，还能通过比赛来增进友谊，可谓一举多得。另外，当晚也举行慈善拍卖，所得善款将全部用于慈善事业。成龙大哥当晚状态大勇，先是与老友杨受成对打轻松取胜，接着在与孙红雷 PK 中击败对手，赢得了一片喝彩。